大家好，我是龙翔的上官燕儿，今天第一次录一首神曲，我的滑板鞋送给大家，唱得不好，请多多包涵，谢谢。我戴上帽子，有感觉一点啊。这些事我都已忘记，但我现在还记得，在一个晚上，我的母亲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，我说在我的想象中有一双滑板鞋，与众不同，最时尚，跳舞肯定棒，整个城市找遍所有的街都没有。他说将来会找到的，时间会给你答案。星期天我再次寻找，依然没有发现。一个月后我去了第二个城市，这里的人们称它为魅力之都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夜幕就要降临，我想我必须要离开。当我正要走时，我看到一家专卖店，哎呦我去，那就是我的滑板鞋。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，跳舞肯定棒。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摩擦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，月光下我看到了自己的身影，有时很远，有时很近，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。有了滑板鞋，天黑都不怕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是爪牙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摩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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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给自己打着节拍，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啊！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舞蹈，在这美丽的月光下，在这美丽的街道上，我告诉自己，这真的不是梦啊，不是梦。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是爪牙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摩擦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三步四步是爪牙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摩擦摩擦，鞋子已经磨破了，摩擦摩擦，这真的不是梦啊！谢谢大家，请多包涵。